嘿哟，我是喇牙，今天来玩《凛冬》系列主题转盘中的 DLQ33 欢乐假期、AK11C 欢乐假期、PP19 Bison 凛冬庆典、QXR 冰雪奇迹、PKM 复仇红鼻、RUS79U 凛冬狗爷。OK， 那关于这次的转盘规则呢？我在之前那部南瓜那个叫什么万圣节那部有说，如果你们有转盘的疑虑的话，可以去看之前万圣节那一部片啊，顺便给你们看一下抽到大奖的画面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选 Q33 现在什么意思啊？我氪那么多钱啊，你给我这个啊，我选 Q33 啊，你不给我，你给我这个啊，现在什么意思啊？想怎样啊？好，那我们先来看我们的枪械演示。首先，第一把枪是我们的 DLQ33 欢乐假期啊。那它的击杀特效就是把对面变成一块冰块。这把重点不是它的击杀特效、啊，重点是它的手感啊。这把的手感真的超级无敌好，推荐各位抽。接下来第二把 AK11C 欢乐假期，先来看它的机瞄。哎、欸，好，这不是重点，来看它的击杀特效。它的击杀特效。变冰块跟 Q33 一样。好，下一个 PP19 Bison 凛冬庆典，它的击杀特效就是一个雪人从你后面把你抱住啊，让你在这个冬天有一点温暖的感觉，虽然被雪人抱应该更冷。下一把 QXR 冰雪奇迹，这把真的超美的，旁边还有极光哎、欸，这个击杀特效也是够鸡。下一把这个 PKM 欢乐假期啊，这个 PKM 复仇红鼻 ，OK， 我们来看它的击杀特效。然后它的击杀特效就是变出一个箱子，然后把你打包带走，还给你放烟花。Oh my god， 超有仪式感的。最后一把 RUS79U 凛冬狗爷。OK， 我们来看它击杀特效。哦，我的眼睛。Oh my god， 哦，它的击杀特效就是一团光，然后把你变不见，蛮趴的。而且你把人打死以后，那个狗狗墨镜还会闪，超帅的。那这次一样啊，你如果把这盘全部包完的话，一样可以领到这些超级酷的东西。好，东西都介绍完了，我们马上进实战。加黄小，哦，龙，蓝车的地方，加油！哦，哇、哦哦！哎，还有只，哈哈，这怎么？救我！谢谢！救我！哈哈哈哈接到，加油！哦，帅炸了 ！Oh my god， 我真帅 ！Are you okay？ 他是这么讲的。怎么那么多？怎么讲 ？Oh wow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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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，豆豆。啊 ！Oh my god！ 啊！要加！得起！谁说不要叫的？我补防爆，好久。完了！救我！没子弹了！哭吧！那把是什么 ？RUS79U。凛冬狗狗。大狗狗，大哥哥。大哥哥。啊！别笑死！哎。我有一只挑战卡头准备跑、好了登陆是一只在 A 的那个我们家门口哎、欸、不是夹硕
哇哦！哇哦！天哪！啊，对不起。啊，启动！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。对，那边。十二岁，好懂了。什么？你刚刚说你喜欢屎啊！我没有说，我没有说话。你看，你要遭报应了。干嘛？注意啦！那你